今天一共给你们分别四只狗狗哈，一共是三只香槟色小泰迪，还有一只菲尔小比熊，都来一一给你们展示一下。咱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只。好嘞。第一只香槟色小泰迪呢，长得就比较甜哈，看一下还吐着小舌头呢，脸圆嘟嘟的哈，包括它的鼻头也特别小哈，眼睛还挺大的，还有它的颜色看起来特别高级哈，比较均匀，后背没有锈，体型也不大的哈。再看一下正脸。哇，太好看了。对，长得太甜了哈。是的。对，接着咱们再看一下第二只。好嘞。这只颜色比上一只稍微深一点哈，看一下背部的毛呢也特别好，这只吃的也胖乎乎的哈，体型也不大的。再看一下正脸，哎呀，还在吐舌头呢。对，也给你找个好家哈，宝贝。接着咱们再看一下第三只啊。好嘞。第三只呢，长得属于比较呆萌的一只哈，看一下还吐着小舌头呢。是的，圆溜溜的。对，这个小腿也短短的哈。是的。看一下，这只是四只里面体型最小的一只，看一下只有一丢丢哈。对，毛呢也挺好的。再来个正脸。还那么萌呢。是，接着咱们再看下第四只啊。好嘞。第四只呢，算是比利界的天花板了哈。哇，这颜值也太绝绝子了。对，你看还吐着小舌头呢哈，这只嘴巴真的超短，来给粉丝比一下。好嘞，嘴巴的话只有一指宽哈。对，从侧面看就是平的，你们选比熊就选这种的哈，太短了。对，这样成年才好看。还有它后背的毛量真的是惊艳到我了。是的，这也太厚实了吧。看下正脸。太可爱了吧，真的好萌呀你。看看哪家长看上你啊。哎呀，一看就是个小吃货。看一下姐妹们，这四只你们更喜欢哪一只，喜欢哪一只评论就告诉我吧。好嘞，都给你们找个好家，宝贝，拜拜啦。拜拜。